第一次进村应该是在2005年，大概是在6月份。那时候去的时候条件特别艰苦，因为这个村子相对来说在凉山州地区它都是属于比较偏远的，就是相对比较封闭的。西昌岛这里占地有350公里左右，西昌岛县城的话有116公里，县城到乌英有50多个公里。 到村里面，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比较震撼的。布房的话，那会儿反正还是就是有那种，人畜共住啊那种情况。他们不敢接触我们，但是他们看到我们呢，他们又是感觉我们的衣锦衣着，他们都觉得很神奇。比如说我撇了一个发卡，那些小女孩刚开始就一直很神奇的看着，到了后面觉得很新鲜，然后用手来摸一摸那种感觉。 我印象特别深刻，因为我们到其他地方的话，可能他们还不那么讲究，他们就是专门找两个特别年轻的，然后特别帅气的，穿的特别干净，白衬衣，然后给我们做饭，端来的那个碗筷，他担心我们会介意他的卫生条件，其实他们洗的特别干净，然后还要找一个特别干净的桶，里面还要装上水，把碗筷放里面，希望就是说我们如果觉得不干净，还可以再洗一次。 就他们那个眼神里，你就看得出来，特别像小孩的那个眼神。其实第一次去我是很辛苦的，因为当天我们要来回，我是半条命是被人拖出去的，就那种情况。大家都说当时去了一次，都说再不想去了。但是回来之后，大家还是觉得那个场景老是在脑海里面闪现，还是就是说坚持要去，就是说一定要在这个村子里面做一些项目。 这儿沙田高挂杆，日出一岁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啊，你俺那是多钱了呢？我了，我错过了，错过了，可能，嗯，你地大就一个地大就一寸多了，去物业，日子老多，物业没个钱多，实在挺不接受。 这个地方我们正常人我是不能走下去的，我只能在上面看。所以我想象不到他们是怎么样弄水的。我了解的，其实摔跤死亡的康复者不止一两个，面都是水呀。可能俺们来说就是不就这个呢？咱俩俺们呢，吃牛肉是吃绝对吃都是，或者我们天天呢，吃那个，绝对是得是过去了多，有些吃啊，多还是蛮多，但俺们来老喝不就这个吃红果果。 俺的四个村，俺的也吃过了。俺因为就那，哎呀，做什么些，不知道怎么过，特别是现在，天下还有个啥事故，死人多，俺们那卫生干净，俺因为就那他一次那个吃，嗯，都是俺我说的多，俺因为就那，几人都多个，我全部满吃了都过。 俺们也没爱吃这个饭，别话还别不饮食，你们觉得多俺们也吃那多，后来那饮食，你们就能吃不是？俺们也吃吧，就一头个啥，俺们也没饿不饿，俺们也这么发财过，俺们也这么吃，多了俺们也没一年你怪得很，都是都能吃不是热多么急。我们调查下来，小孩拉肚子还是比较常见的，有的小孩直接拉到他说的是拉到脱肛的地步。 就是这不单单是影响他们的健康，影响他长期营养。当时这个村里面，就是小儿属于慢性营养不良，还有急性营养不良，都是比例比较重的，在我们整个村子来说。那么还有第三个方面，我们是觉得能够。
消除我们这几十年来因为隔离对他们带来伤害，能够消除社会歧视，让他们能够自立发展起来，怎么首先让他们能够自信，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这个能力去改善他们的生活。所以当一提到这个用水的问题，他们就特别兴奋，他们直接就说如果有了水他们什么都能够种起来，都要去争取种出来，他们慢慢就会发展起来。我们就跟阿波罗哈这个解决水有水困难的这个问题。在刚开始做这个水项目调查的时候啊，你说那些高山那么远，那个距离要一米一米的去测量，不但需要带干粮，而且需要就是像猴子一样爬山去测量一些东西。你别说让我去，我是看都没办法看到一些地方，但是他们很积极的，就是每个组织啊，组织相关人员去做测量啊那些。那个村里大部分是那个水管，根本就马儿无法逃逸，所以就人工亲自开下来。所以这个费了很多很多的劳力，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，而且这个风险很大。啊，你我来做，哎，去吃你自己交给我那，我不就是在那做铁质料都得。你这是不是那些的狗仔嘛？那些阿姨就吃你，就休息。要农民和要死你，而且农民，这个堆在县城的那个地方就是一座山，村民才二三十个人，怎么爬下来？这个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最大的问题。后头村里面的村民召开村民大会，相互讨论了一下，最后就妇女全部都出动了，每个男的都出动了，后头像蚂蚁搬家一样。把那些东西妈妈的往下搬，结果还是安安全全的把这些东西都搬到村里面。施工的时候我们也是，他们的风险也真的很大，因为整个工程，外面的估计说是至少要200-300万，但是我们只是用了几十万的成本价，相当于其他的经费基本上是他们为我们节省下来。一期工程是宜安镇的人畜饮用水工程，这个是专门解决他们的卫生用水、喝水、生活饮水这个方面，多余的水他们还可以来灌溉。三四组的话，人畜饮用水大部分都是差不多够，只是旱季有点不够，缺乏的是灌溉用水，因为三四组有很多很多的水体。到旱季的时候没有水管灌溉，所以我们投入最大的是三四组，安装了两个皮衣浇灌，所以现在每块可以灌溉的地，都可以灌溉。那一年雨是原是原点都是简易的，那一年发展，那人们在积极发展了，但两天气过呢，就是。吃过的店主，你就建议，咱们家学店主，韩国我学店主，那年俺只规矩就不就离家就。你看我吃这个饭的话，还比不一年四季，我觉得多啊！我吃那都喝那一年四季，我那只不是啊，得咋多的是八嘎的是，包谷的生菜，那自己的看不是我们这啥才行？那么咋多啊？我这工作都五六月份的呢，啊，你也七八九月都不是。在这个项目启动的时候，他们的积极，他们的渴望，然后让我们和我们理事会都很感动，所以我们很积极地跟他们筹备资金。有这样子的村民在，我觉得发展应该不是很难。而且现在他们这种精神的话，也是在逐步在影响其他社区，然后我们其他社区也是慢慢就响应起来，就是希望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，然后再争取一点外部的资源的支持，然后来做他们的一些发展。Thank you.